正确发音篇啊，这几个字像限制，限制啊，它念 limit 啊，那多数人可能会念成呢 limit 啊，可能会这样念啊，当我这样念是比较夸张了 limit 啊，所以可能一个老外啊发这个音 limit 那中国人可能发的 limit 那就好像两个字啊，不是同一个字啊，发音就很多啊，因为中国人发这个长都发这个长，发这个E的音啊，李啊，李先生，李小姐，李米特啊，这个尾音像日本人一样啊，比较土气，发很重，李米特，它是带耳的音啊，它是limit， 声音感觉上短一点啊 ，limit 啊。The greatest amount, number or level of something that's either possible or allowed. 就是最大的，这极限啊，限制极限，最大的一个啊数量啊数目啊，或者是一个程度啊，就是这可以容许的啊，可以容许，就是最大的限制。Is there a limit in the amount of money you can claim? 啊。就是这个有没有一定数量，最大数量的这个数量的限制啊，金额数字你可以申请要求啊 claim 这字也很复杂啊，一字多义啊，一般是要求权利啊 claim 要求啊，要求就是合理的要求，你应该有权利啊，你看他还有别的意思啊，也可以死掉啊，死人啊，人死掉啊，怎么要求人死掉，就是好像这个台风啊，天灾啊，地震啊，啊，甚至车祸啊，就好像说老天要君要臣死啊，臣不得不死，老天要人死，弄了个地震啊，火山爆发啊，就是要求人的生命拿走了啊，所以他有这个意思啊，一般是这样申请啊，啊，你申请的钱的数额或者你要求钱数额有没有上限呢？啊。这个语言学啊这个字也不算太常用啊，可它的发音比较讨厌啊，你可以自己念念看 ,LINGUISTICS, 怎么念啊，可能这个不同人念到乱七八糟。第一个它第二个音节 ,Linguistic 啊，它重点啊照理说应该在 W 这边啊。linguistic 要不然你弄到七不好念嘛， linguistic 啊不好念啊， linguistic 它也是跟前面啊发带耳的音，不要念成啊，这个一般人看这个词就完蛋了， linguistic 啊，就不知道念到哪里去啊，它都是带耳的音 link 啊，像这些个啊，这个你看连续三个子音就不好念啊 ，n g u 啊，三个就不好念啊，子音一般两个子音在一起就不太好念，尤其三个子音啊不好念 ，link， 我们就把当成 link 后面加一个轻轻一个个啊 ，linguistic 啊，所以很多学问的字啊都是什么 ics 啊 ，ics 啊。The scientific study and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general or particular languages 啊，就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啊，语言学是它社会科学啊，但是它是比较有章法的啊，很多社会科学是啊，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语言学呢，它就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啊，因为他研究，因为他跟那个生理学有点关系啊，研究着口腔、喉部啊、发音器官啊这些东西啊，科学的研究这个组织啊、这结构啊，还有这个发展啊，就是语言的发展啊。因为语言学包括什么东西呢？啊，包括这个语音学啊、发音啊，
啊，包括这个啊，语法学、文法、语义学、意思啊、语言学啊，发源的语言、字的发源，这里面的分门别类啊，它是一个大学问啊，啊，就是 in general 大致上或者一个啊特定的各种不同语言研究语言学，这是一个很大学问，而且还研究各种啊不同各种不同的语言比较语言学啊，它很复杂的东西。She's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啊，她是威尔斯大学啊，这不列颠这个英国这个威尔斯啊，威尔斯比较穷一点啊，就戴安娜啊，戴安娜王妃的故乡啊，她是威尔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啊 ，She's a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University of Wales。我们说连接啊，这网络上连接啊，你按一下哦，滑鼠按一下啊，或者平板手机用手指头、食指、拇指按一下，中指啊都可以，随便什么指都可以啊。Link 也是一样啊，不要念成 link。所以这个很多常常听华人，这多数啊，平均的 念英文啊，尤其有些念的不好就。听了以后头皮发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念啊。当然以前的英文老师发音就很差了啊，现在好一点啊。现在年轻的英文老师有的出国念书啊，出国游学啊，常看视频啊，常看外国连续剧啊，所以现在发音基本上比较好啊。但学生有的啊比较不受教，比较学的不好也是啊。Link, a connection between two people, things or ideas.啊，这 connection 这也是卷舌卷一半 connection 啊，不要念成 connection 啊 ，a connection between two people, things or ideas. There's a direct link between diet and heart disease. 啊，当然以前没有网络啊，没有这个连接啊，所以以前就是连接啊。那当然像网络那个也是连接啊，通常是蓝色字啊，或者什么颜色的字啊，按上就表示它可以连接啊到一个新的网页。啊，这。就是在这个第二是什么？就是饮食啊，正常的饮食啊，就吃的不多啊，正常的饮食 diet 啊，它另外一个意思很特殊啊。国会，国会怎么带？美国的国会就不是啊，英国的国会也不是啊，日本的国会是 diet 的，瑞士的国会是 diet 的，丹麦的国会是 diet 的啊。然后 heart disease 就心脏病啊 ，heart disease。就是饮食啊，跟这个心脏病有关系，有直接有连结啊。There's a direct link between diet and heart disease 啊，比如说吃的太油啊，脂肪太多啊，啊，所以这个有，所以这个营养学家啊，所以你到医院去吃不下，医院病人啊，比如你生病了住院，他平常那个大鱼大肉的吃不下啊，第一个分量可能少一点。啊，第二个就，哎，他妈都是嘛，都青菜啊，都吃得很淡啊，少油啊，少盐啊，都是青菜啊，都素的、啊，肉也是什么这个也没什么味道、啊。因为营养学家就说，第一个你摄取热量不要太多啊，第二个就是胆固醇的啊，脂肪类的东西啊，那个都很注意到啊。然后狮子啊，这个当然很简单 ，lion 啊，不要看成 lion 就念成 lion。啊，但狮子座是 Leo 啊，狮子座是 Leo，Lion 啊，你看连续母音 ，L-I-O-N-I 是 I， 这个 O 呢发成 E 啊，所以英文字母的发音很不规则 ，Lion 啊，不要念成 Leon 或者 Leon 啊，因为英文字啊，它的发音有很多种组合、啊、combination， 可是正确的、啊、通常就一种啊，当然有不同的。啊，可能美国念一种，英国念一种啊。美国有很多地方有不同，这是有可能的，也事实啊。但一般呢、啊，有一个所谓的国际标准音啊，啊，国际标准音啊，就是或者美国有一个美国的一般的标准音啊，英国的标准音啊，这一般就是念 lion。A large white animal, the cat family with yellowish brown fur.That lives in Africa and Southern Asia 啊，就是一个大型的野外的一个动物啊，它是属于猫科啊，所以猫啊那么小啊，可是狮子、老虎
豹啊，都是毛科大型毛科动物，就有一个黄棕色的啊皮毛啊，然后通常住在非洲和这个东南亚啊。狮子 ，The lion is a member of the cat family 啊，狮子是猫科。猫科猫族啊，猫科界门纲类科属种其中一个成员。 The lion i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这个嘴唇啊 lip 啊，所以这一集大部分都是叶的音带鹅的音啊 lip， 不要念成 leap leap 啊。通常 LIP 啊没有加复数就表示上嘴唇啊 upper lip 或者下嘴唇 lower lip 啊，如果要讲同时加两片嘴唇上下的就是 lips leap 啊，不要念成 leap leap leap， 人家外国人会听成 leap 跳跃。 One or two solid parts they're from the upper and lower edges of the mouth 啊，就是一片或两个比较软的部分，嘴唇软软的嘛啊，组合成这个上面跟下面的啊，这个嘴巴的部分，就上嘴唇下嘴唇。 She kissed me on the lips 啊，她亲我啊，不是亲脸啊，不是亲额头啊，是亲我嘴唇啊，而且亲到两片上下的，因为一亲嘛，你不可能说一亲只亲上嘴唇下嘴唇啊，就嘴通常加 S。 She kissed me on the lips 啊，这一期讲到这里。